刘嘉玲同王菲系圈中好姊妹，成日食饭唱 K 打麻雀，好鬼 friend。不过嘉玲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，竟然大爆王菲牌技差。主持人就问嘉玲，如果有朋友上佢屋企打牌，一定要出冲，嘉玲会出俾边一个？嘉玲就话会出俾王菲，因为王菲一定要赢。王菲话你可以话佢唔识唱歌，但唔可以话佢唔识打牌。其实佢牌技好差，为咗氹佢，我会出冲俾佢。真系睇唔出王菲咁好胜，都几可爱啊！除了嘉玲是王菲的麻雀腳，原来哥哥张国荣生前都成日同王菲打牌，哥哥亦曾经大爆佢打麻雀嗰阵同嘉玲讲过嗰几句，一起睇下。嘉玲在他后面坐着，看他搓麻将说：“哎，王菲，你这个牌怎么用这样打？能打坏了吗？”他说，他是一本正经的，就是说回过头去，就是很严肃的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我唱歌不好，我认了。”你说我搓麻将不好，我打死也不认。